我刚才跟我老公说，这是我高雄最喜欢的一棵树，我觉得它很亲切，而且它的形状很可爱，觉得它很被很用心的维护。看到它倒掉的消息，觉得很不舍，所以特地过来缅怀它。真的蛮可惜，看有没有办法尽量知道路由。我觉得它很亲切，而且它的形状很可爱，觉得它很被很用心的维护。看到它倒掉的消息，觉得很不舍，所以特地过来缅怀它，希望它还可以，就是我不知道它还能不能被扶起来。对，就是你从小就有看这棵树在这里了。嗯，对，都有很有感情。大树吗？哎，有听过，所以才特地绕过来看一下，因为在这附近。看到现在这样子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哎，真的蛮可惜的，看有没有办法尽量做到树有。这次高雄好像倒了很多这种大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还不少。嗯，这次台风真的风很大哈。对对对，真的第一次。我们还躲在家里。对。对啊。哇哇。哦，真的、哦，看到这样会不会觉得蛮可惜？很可惜啊，所以就是在麻烦相关的局处赶快看有没有办法修复、就把它看可不可以移植还是怎么样。对对对对对。